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虫草花烩白菜心。准备的材料有白菜心、虫草花，还有枸杞子。锅内加水，将洗净的虫草花放进来煮，盖上锅盖煮十分钟。经过了十分钟，把白菜心放进来，加盐、胡椒粉，盖上锅盖煮三分钟，将白菜心先取出，勾芡，放进枸杞子。起锅前淋上一点麻油，就可以熄火了。将酱汁淋上就完成了。这样是不是很容易呢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